这个是我在那个左旋味半价买了一个福袋，然后我是看娘娘和泡泡玩都翻车翻得非常厉害，然后我就特别心动，我就属于那种看别人玩的好玩没有那么心动，但我看别人翻车我就非常的心动。你不觉得这个开局很像之前那种炸药包、酱香型茅台，就是那种看着非常有种典雅的感觉。我看看这是什么？这个肯定是纯净水，冲出来的。没有防飞贴吗？没给防飞贴吗？为什么他们家的鱼可能不需要防飞贴吗？纯净水，化石粉，先随便来拆一个。不过幸好里面这个袋子是防水的，我懒得找店家了，漏一点就漏一点。是我买的不对吗？这上面这颗，这啥呀？这啥橡果？这不是《冰河世纪》里面那个小动物从头到尾都在找的那个东西吗？他不肯放开我的手，想必是爱上我了吧？好想用这只手抚摸一下，抚摸一下大家的面部。怎么画成这样？我前天刚收到啊，怎么？有点难受，有点难受。我还舍不得这点泥，太抠搜了。这个颜色多少是属于有点耐人寻味了，像自己混出来的泥的那种颜色一样。它叫啥？象头酱啊，象石酱，太香了！象石酱，象籽儿啊，这个东西是，怎么可以画成这样？大冬天的，这沉香水为什么不太管用啊？怎么可以这么粘？怎么？我又找了一瓶比较浓的这个沉香水啊，都不起筋的，这是啥做的呀？这个泥对硼砂水它有抗体，你们知道吗？哇，很大的这香精和焦味混合着扑面而来，焦香四溢。哎呀，我好混乱啊！真的感觉自己像在这造炸药一样。这还让我让人玩了，照这样下去，卖家应该给五瓶沉香水，每一盒你都要配一瓶沉香水。哎呦，前所未有的手忙脚乱，为什么？为什么第一个？我给你们看看他，你是从哪里来的妖怪？你来到地球上是干什么？是为了打败人类的吗？他还是老样子。哇，这一盒你就能水一个视频了，店家大气啊！你怎么还是这个样子？再拆一个，再拆一个啊，再拆一个。勇气药水，这个是我许愿的。我看到它的时候，我们莫名其妙想起那个《星际迷航》里面那个勇度来了。这个看起来还不错。哇，这和那个上好佳荔枝糖的味道一模一样，好闻，这个味道好闻。能玩，能玩就行了。怎么还是有点粘？它这个手感软软弹弹的。我看看里面的填充物是啥，金嗓子喉宝。它这款做的也挺黏的，怎么能把胶做这么黏？我觉得我真的是手温算很低的人，
我正常小手冰凉，但是它这个泥真的很黏黏。但是这个啊，我刚想说它不掉珠呢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？它是放真的放那种大玻璃珠子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缝隙吗？它碎裂了吗？一共就六颗珠子还掉，我真是。哦，哎哎。我这一定是我扯的太用力了，这个泥也就是味道好闻了。